们发出不是在破坏森林，而是在抚育这个竹林。不会有人在意这件事情，又要找销路，又要找竹子砍，然后又政策上又一些冲击，三面夹击。在部落里面，很多人好像都已经顶不住，习惯了。在山下虽然有找到，但是又很难跟山上配合，又加上疫情。山上谋生不易，那就到山下来求发展。特别是他们又拥有一些非常高度专业的知识，他们为什么不会想要下山呢？